行高铁道几个钟做啲咩好？厦门嘅特色小食有几奇特？厦门人有几热情好客？厦门地铁一号线跨海嗰段有几靓？由西九龙出发，我哋嘅目的地系厦门。搭高铁除咗可以欣赏沿途秀丽嘅风光，仲可以趁入隧道或者入黑之后影啲平时影唔到嘅相，仲可以画下画添。有个小朋友睇到我画嘅画，好诚恳咁问我：你点画噶？我都好诚恳咁话俾佢听，望住跟住只手喐，望住跟住只手喐。佢皱一皱眉头，跟住就好无奈咁行开咗。唉，我谂我都系冇半时间画画噶啦。瞓醒一觉，食完早餐，星期日嘅朝头早做啲咩好呢？不如就去一个令人心里平静、能够重新得力嘅地方啦。厦门市基督教新街堂系中国大陆第一座俾华人做礼拜嘅基督教堂，被称为中华第一圣堂，而家更加系省级文物保护单位。厦门市基督教新街堂喺1849年就已经开始有聚会，但到咗1928年，因为日久失修，屋顶塌陷被拆除，喺1933年重建。不过喺文化大革命期间，足足有13年咁耐，新街堂嘅会友被迫停止聚会。是，谢谢。我可救助因我为信，信可依，信可依，分丢信心，斩我怀疑。在香港，我们用广东话唱诗歌的，在厦门呢，就用闽南话了。崇拜完咗之后，诗班就开始练诗啦，真系好勤力啊！离开新街堂，谂住揾地方食晏，喺一个陌生嘅地方，去边度揾食好呢？就去街市啦。在街市附近见到这间很受欢迎的小店，吃了很有特色的午餐，饭后八步走，活到99。虽然就没想着要这么长命，不过既然来到街市，不妨周围行下，看看有什么新发现先。看看这只仔几可爱。白一黑吧，那你这个它有棒，你那个也有棒啊。我看它是父母的，母的，它会生蛋，它这里会生蛋。生蛋会孵出来吗？会孵出来，孵的它就给你了，白的就给它了。他们家没有生蛋的那个东西。就是漂亮，就是这才太火了，就这么漂亮。哎，对，就这么漂亮。你等一下看一下，来，姐，你等一下看一下，非常美，漂亮，非常黄。对，你看，来。哈，有人在街市度卖金，50元，肯定不是真金啦。濑尿虾，香港都有啦。咦，呢只颜色又真系未见过喎。呢只蟹个样咁搞笑嘅，好唔好食噶？海蘑菇凉拌或者姜葱炒可能都唔错喎。
但桃鱼在泥地那里见过，估不到厦门的街市有得卖。这些就是厦门特色小食土笋冻的原材料了。看着这些沙虫，就深深地感受到中国人吃得不好浪费的特性了。原来是水鱼啊。在厦门街市道可以买到即整的面条和春卷皮。哇，这块肉饼真的大得惊人啊。来吧，你喜欢照就让你品尝嘛。好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哇，那么大块，谢谢。我呀，这厦门人啊，炸冰豆干。哦，嗯，煎起来加料，煎起来。煎的食完肉饼，行冇两步就嚟到竹树堂。竹树堂晏昼两点半都有崇拜，时间啱啱好，入去参加聚会先。已经有150多年历史的竹树堂，同新街堂一样，在文革期间被迫关闭，教会建筑更被开园区的东风鞋厂占用，直到1981年，教会先至恢复聚会。求你来恩膏我们，让我们的心重新定睛在十字架上。你来开我们的眼，让我们看见你。安息日将近，今日的讨论日，天天来的时候，我当然不要再感到不要再感到痛苦，不然地大震动，一位如柱的神社从天上下来，把石头滚开，坐在上面，看那身上马如同闪电，衣服洁白如雪，看守的人就因他吓得浑身乱颤，甚至和死人一样。天使对我们说，不要害怕。崇拜完咗之后，我哋收到好特别嘅礼物。呢啲复活蛋应该系主日学学生画嘅，真系好可爱啊！谂住咁晏应该冇乜人噶啦，点知卖飞嗰度都系排晒长龙。买到飞啦，可以搭船去鼓浪屿啦。趁海风鼓浪屿去。你猜我身伴会是谁？还人阳光的拥抱，我身心已陶醉。我把我手伸进浪里去，满身衣服都沾水，唯落童真再拾回来，对此充满情趣。置身在宁静的鼓浪屿，置身海角如梦美景里，仿似碧海像鸟陪侣。神
堂诗班的歌声真是令人难忘啊。在幸福路上会找到什么？哦，原来是公共厕所。在厦门行街要找厕所不难，而且卫生情况相当理想。未爱过，乜爱过都可以有不同程度的。哦，原来是未爱国学酒店。缤纷的图画，热闹的人群，情不自禁地自拍。这里是哪里？就是厦门的猫街了。如果想找个地方跑下步做下运动，又或者想沉思默想一下，我建议大家来白鹭洲公园。行街行到又累又热，不妨坐地铁凉下唞下。厦门地铁一号线跨海那段天海一色，令人心旷神怡。真是个好地方，有机会一定要再来。Dear passengers, welcome aboard the train. The train is established.